You can do this. You just go and you don't look back. My whole life, I prepared my son to lead humanity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machines. On this night, we take back our world! But there was one thing I could never prepare him for. The machines tried to rig the game, send a Terminator back to the time before the war to kill my mother. I'll go back. Let me save her. You know who I am? We've been prepping for you to arrive for over a decade. We? The Terminator. It is nice to meet you. I've been trying to teach him to blend in. I know it needs work. John. Hi, Mom. How can you be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John! What have they done to my son? Survival's what you taught me. Not machine, not man, I'm more. I can't leave him. Whatever they did to John, we need a reversal. Everything's changed. We are humanity's last hope.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魔鬼终结者的全新三部曲回来了，很荣幸我们今天邀请到影评人杨元林与张彦拓来到现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影评人杨元林，元林好。凯英好，大家好。第二位是影评人张彦拓，彦拓好。凯英好，大家好。魔鬼终结者是科幻影史上的十大之一，有在很多人心中都是经典的经典。所以元林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它的地位有多崇高？这么崇高，真的非常崇高。应该是说，至少对我而言啦，我当年在看的时候啊，就是进戏院的时候就知道啊是一部科幻片，然后有动作有机器人什么，但是你没有想到，我觉得它开启了一个次类型的结合，就是好莱坞最擅长的处理的类型片，但是在《魔鬼终结者》系列里面啊，你可以看到第一集，他把时空旅行、把机器人跟人类的对战，然后把现代要毁坏扭转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全部交融在一起，而且处理的非常的紧凑刺激，所以当然就是当时一个是故事的类型上面的这种多元，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题材，然后它可能是坏机器人去攻打，单纯的就是坏机器人去攻打人类，或者是机器人为人服务，比如说什么神偷前梦啊、机器五号啊这些的，然后这样子的东西都比较单线的，但是到魔鬼终结者你看到就他把很多东西全部融在里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阿诺，就是来自奥地利的选美先生。那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差不多那个年代也是看到洛基啊、第一滴血啊，所以就是那时候就对我这个少女，当时的少女的我来讲的那个大刺激，就真的是就影史的两大地位，就是动作全集系列的经典洛基，好，或者是军战系列的那种第一滴血的这种军事复仇的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意大利种马。那这种机器人魔鬼系列，你看它一连串的从阿诺从魔鬼终结者到后面的所有的魔鬼系列都是带有一点点科幻跟动作色彩的，我觉得一切都源自就是说这个神话，如果有所谓的阿诺神话或卡梅隆神话的时候，是一切的原点都变得来自
魔鬼终结者了，所以他真的不是终结者，他是开启者了。是开启者，对对对。但是这一次的第五集啊，等于说是在第四集不幸的惨淡经营之后是全新再回来的三部曲的第一集。对对对。所以彦拓可不可以先帮我们爬树一下魔鬼终结者的系列？事实上就像刚刚袁凌说的，这个系列它最一开始，因为它结合了机器人跟时空旅行这两个题材，那它是我们所谓科幻有某一个系谱里面，就是专门在讲一个末日浩劫，然后有点反乌托邦的那个感觉的世界。所以它里头从第一集一开始，它就讲说，在未来的几十年后的世界呢，那地球上因为机器人反叛，或者是说机器人因为某个原因，他们决定要歼灭所有的人类，所以跟机器人跟仅存的人类之间的那个交战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但是到最后呢，当人类快要战胜的时候呢，机器人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就研发出一个时光机，然后把一个机器人呢送回到当年那个1984年那个年代去，要把反抗军的领袖的妈妈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先把他给终结掉，那让这整个反抗军的故事就不会存在。所以最一开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科幻的设定，那再加上刚刚袁凌讲的送回去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一个面无表情的杀人机器，就是阿诺饰演的这个角色，那他回到过去要去杀这个女主角叫做莎拉康纳。那到第一集这样子结束了之后呢，我没计算错的话，应该是七年之后，1991年的时候，卡麦隆又拍了第二部《魔鬼终结者》。我觉得第二部又更是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当初第一个当然不只是在视觉效果上，《魔鬼终结者》第二集运用了电脑动画去做出，对我们现在来讲，那又是另外一个跟《侏罗纪公园》一样是经典的一个大跃进。那另外呢，他把第一集的那个机器人是坏人要杀人类的这件事情，把它又多做一个扭转了，变成说未来世界的这个救世主呢，派另外一个机器人回去是要保护小时候的他自己，还有保护他的母亲，那所以就有好人跟坏人，但是两边都是机器人的那种对战。所以阿诺的角色在第一集，因为显然因为拍出来之后他原本只是个配角，但是突然间他大红，所以到第二集呢，他就被扶正变成主角，然后呢有某种代理父亲的角色等等。所以第一集第二集这样接下来，包括这整个魔鬼终结者世界观就成型了，就是包括有救世主，那有他的妈妈，然后呢机器人来自未来机器人，有的是要杀害他们，有的是要保护他们，那无论如何他们要想办法去阻止所谓的 Judgment Day 这个审判日的这个过程。那再接到后来第三集，有点是在讲宿命之后，前几年有试图想要接续下去拍的那个第四集，讲的是在未来世界，那人跟机器人之间到底怎么样去区分你我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整个系列，当然你一路看下来，因为它等于是算很跨越了超过30年的时间，那这三十年的不管是电影技术的进展，或者是你可以说肾上腺素的那个东西的不一样，那当然在包括里面对于科学的那个探求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几乎是一个像化石一样的系列，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时代的进展。卡麦隆他本身他是一个艺术大师，但是呢他你不可否认他是对商业电影这件事情极会掌控，不管是疫情里面的雪格尼维佛的那种女英雄形象，或者是像你说铁达尼号的男女主角的那种爱情，那都变成经典的一个样子。戏谱真的非常的广大，啊，所以第一部问世的时候1984年嘛，当初只用$600,000就拍出来的，然后它的票房是它的6倍之多。对，那卡麦隆其实他也因此而一跃成为了一线的导演，所以袁凌觉得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觉得卡麦隆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哦，他的片就是这样，他的片真正由他来指导的片其实数量不多，但每一部都是影史什么破亿的，就在票房表上面前十大他大概占了3-5部那样子，什么铁达尼号啦，然后阿凡达啦，然后魔鬼终结者当然是那样，那哦对，还有异形第二集，异形第二集也是，就是说我觉得他对我来讲看他的片，他都很善于去把类型电影，商业电影最重要的其实是你怎么样处理类型元素。
那对我来讲，他很善于去把很简单的二元，就是商业电影里面的这样子的简单的二元辩证，去把它复杂化，把很多的次类型放在一起。比如说像异形好了，那在异形第一集就已经是一个科幻恐怖，第一集是雷利史考特嘛，到他处理了第二集的时候，他就把动作追杀然后追逐的这种战斗场面再加进去，所以变得除了恐怖跟科幻之外，又再加入了动作跟追逐，所以就让整个场面会让你真的就是说，每次看他的电影就是非常的惊吓，即使是铁达尼号也是哦，就是简单的爱情故事，一个大的灾难片，但是他把那个中间的处理，就是说把很多不同爱情的元素、灾难的元素，然后大型船只那种对撞，那其实也某种程度来看可以是机械啊这些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再回到最源头的，变得是这个《魔鬼终结者》的整个系列，它在处理上，它是很巧妙。就第一集，我觉得是，坦白说，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无心插柳的，就是对，真的是，就是他是好死不死找到了这个阿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也一开始也不是要用他，但是阿诺一讲那个奇怪的口音，他就是就觉得就找他演了，对，而且据说我看到的资料，如果没有错的时候，他其实想要拍《魔鬼终结者》是他在拍《魔鬼终结者》之前就在拍一些 B 级电影嘛，对，然后好像在拍什么食人鱼啊，什么食人鱼，真的，我有看呢，真的蛮好玩的，因为自己拍食人鱼，然后做噩梦的样子，然后就梦到了一个。什么机械手拿着菜刀要砍他那样子，追杀他，对，然后就因此开启了他对于魔鬼终结者这样子杀人机器的一种想象，然后找到一个面无表情，但是肌肉真的是充满了 flash， 你知道，就是这种的结合，反而让魔鬼终结者非常的成功。那这个成功，我觉得也来自于就是他对于科幻元素。动作元素、动作场面的这些的善于处理，那到了第二集就真的就扶正，因为主角我们还是要认同他的，你知道是正派，不能是坏人，对对对，坏人也要坏得很厉害。然后阿诺大概他还是当个老好人好了那样子，然后就尽情的去表现他的机器，他的肌肉真的是如机器一般的钢石，你知道，就是怎么打都是不会有凹陷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整个就让系列的成功。对，詹姆斯卡麦隆找阿诺演真的是找对了，但是当初他找他也不是要演 The Terminator， 不是要演终结者这个角色，后来试镜之后才决定说啊，他真的很适合演 The Terminator， 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价值几十亿美金的正确决定。燕托要不要帮我们说一下阿诺他在 Terminator 的他的地位呢？他说他帮 Terminator 增色了多少。我觉得的确像刚刚原宁有提到说，卡麦隆他本身他是一个，我相信他一定自认他是一个艺术大师，但是呢，他你不可否认他是对商业电影这件事情极会掌控的。那尤其他一路这样拍下来，每一部电影，我觉得他都塑造出某个角色的经典，就是比如不管是《异形》里面的雪格尼维佛的那种女英雄形象，直到现在你都看到他，你就觉得他就是科幻之母这样，或者是像你说铁达尼号的男女主角的那种爱情，那都变成经典的一个样子。那当然魔鬼终结者找到了阿诺，而且找到一个演员，纯从演员的角度你会觉得他是个不太会演戏的人，因为他这个不太会演刚好就对了，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多厉害的导演他们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就是我找到一个有明星气质，他不会演戏，但是我刚好就让他 fit 到某一个角色上面的时候，就刚刚好。他当他的脸没有办法很放松的去演某些戏的时候呢，你就让他演一个机器人。当他讲话觉得腔调很奇怪的时候呢，你就让他演一个讲话不太有感情的机器人。那这位奥地利的选美先生，他演完了《魔鬼终结者》之后，就像刚刚说，他还有。后面还有一系列的魔鬼系列，什么什么总动员啊，什么什么魔鬼大地啊，那一下子到火星上面，然后一下子在跟我记得有一片是他跟一个小朋友跑到什么电影院，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像魔鬼大地真实谎言，那个完全那是一个
算是喜剧动作片，然后他也是跟卡麦隆合作，所以我觉得阿诺整个黄金年代的那个大家对他的喜欢，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有点大口袋，但是又你觉得他好像是顿顿的，但是善良的，然后很可靠的，靠着蛮力或者靠着一点点的智慧，然后但是堆积出来的那个，比起刚刚说史特龙的那种很苦情的，或者是很就是一直要见血啊，对被压榨、被压榨、被压迫、什么冤屈啊，然后复仇什么那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欢乐的一个形象，我觉得他的确就填补了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一个很阳刚的，但是又不那么。不阴，他一点都不阴险，或者说他一点都不让你觉得他是权谋的人那样的一个角色。那当然，真的之后同他又去从政啊，然后现在又回来，然后过去这几年，他跟史特龙反而也变成合作了好几部片，有几部真的很有趣。对，而且那种变成一个怀旧的动作明星，那再回到像他在回到《魔鬼终结者》系列来，然后不断的去讲他的那个。回来，然后跟过去的自己之间的那一个交汇，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更期待说，接下来你继续看到这个明星他的会有什么样人生第二春，或者是有什么样截然不同于过去的一个发展。你看到老的阿诺跟年轻时候的阿诺在那边对打，多爽啊！光是这种就是爽度就已经破表了。这样子的英雄形象跟我们90年代以后或者是近期的英雄形象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的就是这样子，这一批的80年代的英雄啊，都是非常的纯粹而绝对的，他就是纯粹的正能量的。所以势必要导回到我们的正题，《魔鬼终结者》第五集《创世契机》，两位觉得对他的评比有多高呢？推荐的地方在哪里？当然一定要看，就是先撇开不管，就是现在的科技多厉害啊，机器，你看预告就可以看到那个机器人的那种异态已经不稀奇了，光是异态，然后还有什么量子分子那些东西，光是那些视觉特效可以带给你的。那种刺激跟娱乐啊，先撇开那些不管，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看到老的阿诺跟年轻时候的阿诺在那边对打，多爽啊，光是这种就是爽度就已经破表了那样。那但是的确也是，就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彦拓说的，就阿诺的这个形象啊，就说他在80年代之所以这么的，而且到后面他可以能够去从政这样子的英雄形象，跟我们90年代以后或者是近期的英雄形象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的就是这样子，这一批的80年代的英雄啊，都是非常的纯粹而绝对的，他就是纯粹的正能量，你知道吗？就是只有第一集是当个坏人，但是那个也是因为他没有思考能力，就不是个机器人。到23，然后以及到现在第五集啊，他是一个，就是说，甚至也是兼具父亲的角色这样子的，那个纯粹的正能量还是在。那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正能量的英雄形象，已经是在其他电影里面，就是这几年的这类的什么复仇者啊、超人里面你看不到的了。那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这个第五集啊，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是一个总结跟怀旧了，好，就是把以前的系列做一个重点式的概要的总和，归纳，对，集个大成，然后再让怀念阿诺的影迷能够看到他，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特效做出了当年青春哦，脸上没有皱纹的他，跟现在白发苍苍的他对打，那个真的是就是只有电影能够给你这样子的视觉观感了。我也觉得当然是应该要看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跟最近超红的《侏罗纪世界》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第一个，你纯粹的娱乐性来说，他们都是流畅而合格的。那第二个是这两个系列都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推出新片，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像最初一开始的初衷去你要连结也好，要致敬也好的一个感觉。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个制片公司 Skydance， 他们在5、6年前他们才刚把Star Trek 系列重新
所谓的 reboot， 就是全部他用某一个方法去讲出一个全新的时空，然后决定要把整个故事先重拉一次。嗯，那他们在这里对魔鬼终结者要做的其实也是一样的事情，他也是要把之前的历史把它岔出一条新的，然后变成一个未知的未来的状况。那在这里面呢，从头到尾像云霄飞车一样，就是真的从第一秒开始就非常的刺激，然后不停的各式各样的特效，那从室内打到室外，从过去打到未来，从海上打到那边，全部都打来打去这样子。那里面的特效，各式各样的动画的运用，那包括以前你看到液态金属人会这样穿过一个镜子，你就觉得很恐怖了。嗯，那现在他会各式各样的那个角度换来换去，我觉得的。还会残留，那还会利用各种不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的那一些效果去攻击别人，那些特效的东西，我觉得是都很不错的。那再加上这部片一定也绝对可以推荐给一群人士，就是现在非常红的影集那个《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 的粉丝，因为你会在里面看到 Emilia Clarke 的，她来演这个新的莎拉康纳，然后她真的很可爱，她真的演得很棒，她有某一种。跟过去 Linda Hamilton 的那一个形象，我觉得它是有重叠，但是又多出了一点 新时代的那个少女的那个可爱的样子。我觉得这些东西通通都很迷人，所以的确是不应该错过。但是对就是年轻观众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认识阿诺是谁，对不对？或者是他对魔鬼终结者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你觉得年轻观众要带着什么样子的期待来看《魔鬼终结者》第五集呢？也正是因为这样，就第五集其实是完全，就像燕托说，他一方面是向过去致敬，但是其实你没看过前面的前四集，就是完全不知道《魔鬼终结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不知道他的影史地位，不知道阿诺曾经演过什么，就这样子进去，他也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因为他从头到尾仔细的帮你整理好了，不管是那个时空的脉络，以前很错综复杂，把一些部分当作背景而已，那这一次其实他是等于是线性的从未来。如何的去派人到过去，然后要阻止一个什么，然后目的是什么，动机是什么，这个 mission 是什么，然后到最后这中间的 mission 出了一些些的 trouble， 那怎么样的去完成它，这都是非常流畅的而且精彩的商业电影，应该也会是今年暑假档非常抢票的那个亮点了。也许还有一点可以讲，就是其实刚刚袁理有提到说，这部第五集还有点把之前的东西做一个整合。魔鬼终结者第二集里面强调的那一个，阿诺变成一个代理父亲，变成一个父子情，那个东西很迷人的时候呢，其实当初在魔鬼中的第一集，它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对亡命鸳鸯的爱情故事。那在这个第五集呢，我觉得他把这两样东西都整合进来了，就是那个爱情的元素，就是同样是 Sarah Connor 与他的未来的拯救者儿子的父亲的之间的那个爱情故事，这个东西是有的。那个阿诺与Sarah Connor 对与 Sarah Connor 之间，反而多出了多出了一个原把从父子情变成他是一个父女情之间的那个保护的那个关系。那这两样东西我觉得也都带给这一个从头到尾追赶跑跳蹦，然后炸来炸去直升机，还有刚刚那个校车他们翻来翻去，带给一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点人际关系之间的那个重心。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算是这一集的一个亮点。对，所以这个也是值得看的一个地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帮我们介绍魔鬼终结者系列，下一周我们再来谈从魔鬼终结者系列延伸出去的科幻电影。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谢谢。